好，用这样新闻来头一条来关心中国天津哦大爆炸，和未少住伫个彰化市大化区附近的民众是真欢乐哦。因此，这十四号早起，包括彰化环保联盟以及大化附近的居民是聚集伫个厂区哦抗议，希望大化会当尽速划定为特殊性的工业区，以进行更加严格监测，保障彰化市民住的安全。提着抗议的牌子，包括彰化环保联盟等环保人士，甲住伫大化附近的居民，是再次对大化来喊声。台化自从设厂以来，到现在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，我们呢在这里啦、啊，受到台化的污染，承受这一种污染，我们的肺部。等于是台化的吸尘机一样。到场声援的官员林世贤表示，希望环保署赶紧采取台化，是不是为特殊性的工业区？嘛要求台化爱有翻墙区，那无设置翻墙区，是希望台化会当尽速来关厂。很清清楚楚，化工厂、石化工厂必须依据特殊工业区法的第一条，认定为职业类别、工业类别，认定为特殊工业区，爱设隔离带。爱设隔离带，各位你看，这跟我隔离带，这些风险非常极高的管线就在我们的头上，这若爆炸所发生的会非常严重。除了抗议大化的民众以外，现场嘛来了七位大化当地里长，这阵里长不但替大化跑不平，嘛认为抗议大化已经变成民意代表上媒体报纸的舞台。啊，这基本的作秀嘛，咱今仔啊候选人来，哦。啊，所以将心比心啦吼，啊，就是阮这七里的李长林车，阮逐工好骂，吼，遐官较好骂呢。伊讲你去讲官长，啊，阮嘞，啊，阮，哎，阮这官长生活面啦，阮是做你就才难讲嘞，逐工咧互骂呢。啊，你凭啥物？台化本来是一万两千几个，即摆剩无一千个员工嘞。针对环保人士的抗议，台化公司人员表示，居民看到的光线主要拢是蒸汽管、甲消防水管，根本就无危险物质的光线。公司一切合法嘛，遵守法令的规定。大中华新闻，张世良，中华采访报道。